我们两个人参加这个相声有新人啊，心里非常的开心，哎，心里头高兴。我个人认为啊，您呀，我比较有实力参加这个比赛。您有什么实力？因为我三高。哦，三高。对对对。那我给您叫救护车去啊。您先回来吧。怎么呢？叫什么救护车呀？您不三高吗？哪三高啊？还哪三高？血压、血糖、血脂吗？不是那三高。那哪三高？看不出来吗？啊看这个意思看不出来吗？啊好，您说这个头啊，哎，相声界来说啊，我算是最高的，是身高1.93米，哦，啊，腿长1.9米。您是那圆规是不是？什么叫圆规？身高1.93米，腿长1.9米，您这上半身就3厘米。就是说我个子比较高，哎，对，大伙儿也看得出来，哎，各位您看上眼，这就是相声界的巨人，对，确实算是巨人，你也是巨人，哎，我可算不上，锯了腿的人，哎，都给老了吧？那我要是那锯了腿的人，那甭问了，那我师父郭德纲郭老师呢，个头也是那锯了腿的人呗？他不是，那他是？他是霍比特人，哎，对，好。他比我们这锯了腿的人还矮。是是是，说实在的啊，我特别害怕跟郭老师同台。怎么呢？我老怕踩着他。哎，你至于不至于？这是第一高。那这第二高是辈分高。哦，辈儿大。哎，在同龄人里边啊，我的辈分算是比较高的。哦，这倒是实话。哎，我比这位先生啊，脑袋上有桃心那位，我比他要大一个辈分。哦，比我师傅大一辈儿，对不对，郭老师？啊，哎，这您不能不承认啊，回去不要报复我啊。说实在的啊，我跟郭先生确实没法比。但是相声演员最后拼的是什么呀？什么呢？身体。哎，这倒是实话。哎，郭德纲先生，今年都快50岁了，岁数不小了。啊，我才30多，是，我还好不过他。对，哎呀，您别太自信了。我跟您说，您说这什么身高、辈分，这都不重要。最主要相声演员得有实力。第三高就是我的实力。您有什么实力？您说说。调门高。哦，嗓子好。哎，那这样，同着大伙的面，我在这儿点您一段，您能唱得上去吗？可以呀、可以是吧？这个《四郎探母》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老旦的唱腔。一见娇儿泪满腮。一线你要唱了你就鞠了躬直接唱，可以啊，费那么多废话。老太太，您唱得了吗？可以啊，那您给大伙儿来了。老太太啊，佘太君是手里拄着拐杖，学一学老太太上台。您给学学。老太太一上台啊，啊，微笑微笑，真的是。您要现原形似的，哎哎哎，碰瓷儿来了，您这。一见娇儿啊，泪满腮。好，嘿，真棒，真棒，真棒，尖领，尖领，尖领，太厉害！哎呀，还真唱上去了。哎，不是您这是老太太，这是老年痴呆呀，这是。怎么说话呢？唱上来了，唱上去了。哎，我跟您说，要真正八百讲究唱功的，大伙儿都听过什么？我师父郭德纲先生唱过这个叫小帆，高八度，您唱得上去吗？来，大伙儿给他鼓励鼓励，让他来一段，怎么样？你看看，以为我唱不上去了？唱得上去。哎，那您给来了，也没问题啊。听好了，听您的唱，回见吧您。哎，快快快快！哎哎哎哎，留神留神。大褂别撕了。废话，怎么意思？唱，今儿你哎，同着大伙儿面，您要唱不上去，我这一扇子，我把你歇成那霍比特人，知道吗？你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唱得上去，你知道在哪儿翻吗？我当然知道在哪儿翻了。那您给大伙儿来来，一见公子到灵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嚣，在这儿翻。哎，去你的吧。谢谢，谢谢大家，这个谢谢大家的热情的掌声。哎，
我们两个人啊是新人、啊、没错，简单的做一下介绍。哎，您给大伙儿介绍介绍啊。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啊、谢金。是，身边这位呢我的搭档、啊、我李鹤东。哎，是我呀。我这个搭档非常的优秀。哎呀，优秀也谈不上，四门功课，嗯，说学逗唱四门基本功人家都特别的掌握。哎，倒是都学过，你包括一些其他艺术门类，嗯，我们也得掌握，也得研究啊。你比方说电影，嚯，哎，电影当然有专家了。是，我认为啊，有一部好的电影，没错，必须得有一首这个比较经典的主题曲啊，得衬托着呀。哎，嗯，你比方说过去有这么一部电影啊，叫《霸王别姬》。嚯，这是经典的作品，哎，大伙儿都知道，嗯，对不对啊？这个他这个主题曲叫什么呀？啊，当爱已成往事。当爱已成往事，哎，唱出来特别的好听啊！我给大伙儿学学，大伙儿爱听不爱听啊？来了，当爱已成往事，成往事，嗯，学一学啊！哎，你快坐，行了。我说您跑这诈尸来了，是怎么着？怎么诈尸了？废话，一惊一乍的，干嘛呢？这是？他前面有一个白口，哦，前面还有念白的，哎，嗯，哎呀。一顾看来，今日是敌我分的别之意呀了。您那闹猫来了是怎么着？往事不要再提，我想一度风雨，纵然寂寞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底。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嘿，唱的还真好。哎，行了。我说您这一惊一乍，我受不了这个，知道吗？这部电影也不错啊。过去还有一部电影，还有什么呀？叫《大话西游》。我这更经典，是不是啊？说的是紫霞仙子、至尊宝，没错，还有牛魔王三个人的爱情故事啊。我说您这还是三角恋的是吧？不是哈，俩人，哎，俩人，哎，啊，至尊宝和牛魔王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啊。没听说过至尊宝和这个紫霞仙子俩人爱情故事。哎，对、嗯、说到最经典的桥段，嗯，说的是什么呀？紫霞仙子，嗯，拿了一个宝剑。放在这个至尊宝的脖子上，嗯，至尊宝说出最经典的台词，是唱出最经典的一生所爱，好听。今天来了这么些个亲爱的朋友啊，咱给大伙儿在这表演一下，大伙儿欢迎不欢迎啊？好、啊，咱在这儿来一回，咱来一回，可以啊。这里边有两个人物，刚才也说了，一个是紫霞仙子，嗯，一个是至尊宝，没错，甭问呐，啊，肯定我得来这个至尊宝。不是您等会儿，您怎么来这至尊宝呢？因为我比较高大威猛。您来这男同志，哎，那我呢？你来这个紫霞仙子。大伙儿，您说我这模样来那紫霞仙子那玩意儿好看吗？那个怎么？你看看啊，好。oh.你看有这识货的啊！你看啊，行，你比较适合这个紫霞仙子啊，我适合来这角色，因为你长得比较小鸟依人。你说这话就讨厌、嗯、我还小鸟依人、啊，你大伙儿瞧瞧是不是？哎，行，离我远点，是不是？哎，啊、行不行？嗯，简单的化个妆，捯饬啊、嗯，把这个角色得扮演出来，可以，好不好？嗯。哎，这是那个紫霞仙子乌黑的长发。我说您是瞎了是怎么的呀？怎么瞎了？我这是乌黑的长发吗？我这个我都改白毛女了，我去，我也得化个妆。您也化个妆？哎，我也得化个妆。哇、哦，哎，不是您各位您上眼啊，各位您瞧，还真有点家门不幸的感觉。你看，啊，这是紧箍咒。哎。注意投入了啊！这玩意
好看吗？这模样？哦，这不好看，多新鲜呢！咱有道具啊，咱还有道具，道具能弄好看了。哦、咱来来，行，您来了、哎，看见了吗？嗯，哎，有道具，哇，把这摘。哦，您还真带着紧箍咒来了？当然了，这嘿，不是，那您我呢？你也有啊？我也有，把这摘了，我就想看。你来这个呀？哎呀，我天哪！我就是传说中的阿依土鳖公主。咱现在正式开始投入啊。嗯。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 0.01 公分，但是你在傻站着干什么呢？那我怎么着？你拿宝剑抹脖子呀？您这不欺负人吗？这哪有宝剑呢？这个扇子好比宝剑，拿宝剑抹脖子，知道了吗？就拿这当那宝剑。哎，抹脖子，注意了，抹脖子是吧？哎、行了，嗯。嗨啊！你有病吧你？怎么了？不，你脑结石是怎么着你？活得了活？不是你那，你抹我脖子。摸我脖子，摸你脖子，多新鲜！你早说，嘿，好，来吧，来来来，什么玩意儿？杀猪来了是怎么着？你不摸你脖子？这行了，你离我一米开外，一米开外，你别一米开外。刚才各位都听见了，他说当时那把剑离他的喉咙只有0.01公分。来来，我给你量量。行了吧。啊，好，你跑上杀人了，你这宝剑这刀啊，这是那不行，咱说的不是宝剑吗？没宝剑呢，没宝剑，你把这刀先放下，还拿这就得了。行，好，你这出来吓我一跳，还拿这个，哎，宝剑就得了，行吗？作弊成样吧。曾经，我就说这玩意儿他不快，他没认。把这刀，我还得拿这刀，这还拿，怎么还拿刀呢？还拿刀干什么呀？不是，这玩意儿它不快呀、啊！不，你没事，你磨我干什么呀？你不是刚才说是磨你脖子？我后面还有词儿呢，我还没说完呢，还有词儿呢。哎呀，行，那就接着开始吧。曾经有一份真实的爱情摆在我面前，我却没有珍惜。你有病啊？啊？你怎么要磨我？你不是说完了吗？我还没说完呢，你还没说完呢，还没说完呢，我都等不及了，我都。哎呀呵，你非得弄死我是怎么着？没说完呢，跟你说相声我死台上了。好，你行，再来吧。还没说完呢。曾经有一份真实的爱情摆在我面前，我却没有珍惜，直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会对这个女孩子说三个字：哦，好恶心啊！我爱你，我爱你。如果在这上面要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无期。你怎么不死去呢？一万年，一万年。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红红可以沉迷尘土内，开始终结终是无边界，天边的你飘泊啊，云外世间难逃被缅怀，生情竟不可自禁，话我应该相信是缘分。紫霞仙子，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吧。
完了。怎么呢？牛魔王啊，准备跟我要二胎了。去。好。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你们都看见了，站在台上的是加入了我的战队的人。我今天打算呢，让你们每个人说出自己的一个愿望，我帮你们实现这个愿望，说说。那个我还没想到有什么愿望，你来吧。那我也没什么愿望。嘿，我没有，我没有，我有。行了，没有就算了。哎，先生先生，我直说我有呢，你有病啊你。我来来来来，有吗？不是，你看看。没出息，讨厌。先生，我也没有什么大愿望，说说吧。有个小愿望啊，我就是想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你可太突然了！哎呦，谁能把？吓我一跳。旅行啊，哎，行，我今儿正好要带着你们一伙儿啊，嗯，来一次旅行。好啊，免费旅行。好，不花钱。怎么样？挺好挺好。去不去？走吧。好，来，小金啊，哎，来，你安排安排。好嘞，我们到底下准备准备。行，咱们说走就走的旅行。哎，走，您放心。怎么还都走了？还哟。啊，哈哈哈哈，师叔，刘老师，我特别我希望看这景。你离我远一点，我颈椎不好。你最好也离我远一点，我主要怕踩死你，我跟你说。哎，今天张国立先生说的要带咱免费旅行，太好了，行不行？不光让您免费，还能让您挣点钱。哎呦，还有这好事儿呢，行不行？简单的，咱得签个合同，都得有个合同，行不行？这样咱心里踏实。来来来，我瞅瞅您的合同，我给您看看。好嘞，您仔细的看看这合同啊。看看看看看看，你带着我自拍来了？哦，低点啊。哦，把你这尺寸给忘了。就是。你仔细的瞧一瞧这个合同啊。看仔细了吧？我看见什么了？我摁手印儿吧。都什么年代了，这儿还摁手印儿呢？您各位听听，来，把手指头给我。开玩笑，给，拿着摁着摁着摁着，呵家伙，哎呀，哎，这我心里就踏实了。你踏实了，我半截手指头没了。刘老师，哎，打现在开始你可就得听我的了。我凭什么听你的呀？签了合同，要不然有违约金。你爱违你看这能耐大了。不，这违约金赔多少？也不多啊，人民币10万美金。到底人民币还是美金？你说清楚了。不是，你要守约了，奖励你10万人民币。那要违约了呢？罚款10万美金。罚款10万美金。嫌少。不是嫌少。您放心，可以改一下啊。不，让我回来我都不回来。好好好，咱简单的化化妆。还化化妆？我带您旅行去，漂漂亮亮的。走着走着走着。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真的有点长。情人和巴黎。你说这个刘老师啊，走得太慢了，你快着点好不好啊？哎呀，来了来了，快着点。你着什么急？来了来了。你瞧瞧啊，我看他们都冲我乐，我也不知道你给我画的好看不好看。我好看吗？你看看。太好看了啊！我给你拿道具去啊。还有道具？你等一会儿，这出来玩还给道具？嘿，我头回听说。嘿，什么？你看看。不是，这什么？这个你现在是猪八戒。我猪八戒啊？不是，你问问大伙儿，我像猪八戒吗？像。
真是活猪八戒。好，好，像不像？我是猪八戒。哎，你看这马上入戏了。你演一个景区的雕塑，我演一雕塑，我凭什么演一雕塑啊？一会儿旅行团来了，你可不能动了。我就动，我就动，就动，就动。不是你签了合同，你爱合同不合同？摁手印儿，你爱手印不手印？$10万，你爱十万吗？你躲开我！哎，你看别动啊！来人了，这是话剧的这种，对，就小品。天宇，天宇，我给你扇扇风，不要。那我给你开瓶睡。不要。那你要什么？我什么都不要，不要。那我也会在你身边，无微不至，细微而细，不像有些人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我还什么都不干呢？你们俩说我还能干什么呀？我哎，你们俩烦死了啦，讨厌，还被人家可爱的，你看看，哎哎，哦，来来来来，好，天宇来，我给你拍张照啊！不要了你，那你给我拍张照。嗯，哎，天宇，天宇，我也要照相，我也照，我也照。那，都坐过来。那你先照，先来一张孙悟空大战猪八戒，这个好。哎，天宇，那么再来一个猪八戒。白媳妇、这个更好。我来个张国老倒骑猪。哎呀，张国老骑的是驴。不，那骑猪的呢？那是张国立。哦。哎呀，都都快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哎，张国立倒骑猪。哎呀，好。哇，不容易。来一段小戏频啊！头抬起来啊！你的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下你就回来呀！嘟嘟嘟嘟嘟嘟嘟，少别嘟嘟，没完没了嘟了还是吧？来来来，是这个拍照嘛，对不对？不是这玩意儿能起，这是雕塑，你知道吗？雕塑怎么了？我花。钱了，哎，不是，你小点声好不好？我有钱，这是公共场合，我花钱了，不许大声喧哗。我就想大声，我花钱，我啥的、再把你嗓子喊哑了，哎，怎么跟我女朋友讲话的？哦，是你、哎、怎么跟我女朋友说话的？啊，到底是谁女朋友啊？我的。啊，现在是他的，哎，早晚也是我的。别玩了，别玩了，差不多了，走了，集合，哎呦，集合，等等等，我先留个纪念再走嘛，真是的。啊，纪念。鸡天宇到此一。哟，哎，这一句话，你给我也留一纪念。哎，好，我想我这有了。哎，今天是2018年8月21号早上上厕所的时候，我没有洗手。哎呦，你行了，兄弟，干嘛呢？怎么了？什么写日记来了？留纪念吗？留纪念。你留纪念的写完了，那一冲不全掉了吗？那怎么办呀、啊？哎，怎么办？你拿这个呀，啊，对不对？我拿小刀刻上去。哎呦，你按我说呀，你来这个嘛？火，对，这拿得顺啊！哎呀呀呀呀呀！你们这样刻半天走了，还是看不到了，那怎么办呢？我们把它锯下来拿回去就完了嘛。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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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猪八戒显灵了，有素质吗你们？啊，有素质吗你们？啊，有素质吗你们？别瞎指啊！啊，不是，我跟你还有你，大高个儿，你没什么事儿，我没什么事，你吓唬死我了！我跟你说啊，朱先生，谁朱先生？不是。您说他们这些行为您觉得可气不可气？太可气了。这些事情你以前做没做过？我，你这先甭聊，先说起我这点事，我对他们俩意见最大。
别不聊啊，你以为就这个就完了吗？怎么了？悉尼皇家园林随地大小便是你吧？天气原因飞机延误到机场带头闹事儿的是你吧？意大利罗马广场喷水池洗脚的是你吧？刘老师，你低头瞧瞧吧，你那脸掉地下了，知道吗？我们这些文明志愿者是把你在旅行当中所做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进行了一下情景重现。明白了，我这回是真明白了，之前我种种的这些恶习啊，我不仅丢的是我自己的脸，我更丢的是咱们中国人的脸。不过我向你们保证啊，我一定把这些陋习全都改掉，做一个有公德心的好公民。大家好，上德台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哎，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谢金。是啊，我是谢金。哎，我是谢金，我是谢金。谢谢。不，您卡碟了是吗？不是，这不加深一下大伙儿对我的印象？那您也不用介绍四遍呢，介绍一遍就行了。介绍一遍怎么能够显示出我的与众不同呢？您有什么与众不同啊？您不和大家一样都是相声新人吗？住口！谁是相声新人？不是我。不许说我是相声新人。不是您。不许说。谁再说我是相声新人，我啪一屁股坐死他。我师父说的。你坐一让我瞧瞧。来，大伙儿给他鼓励鼓励，让他坐一回，怎么样？各位，你来来，不是郭老师就算了，那、哎、到他这又算了，我怕他给我开除了。哎，对，哎，甭管怎么说吧，嗯，我进入相声有新人的八强了，是我终于可以撕掉我的伪装，哎，露出我本来的嘴脸。不是，您这刚进八强，您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您受什么刺激了？我还用受刺激吗？啊！一直以来我在你们面前装得像个人似的。哎呀，那您装得倒是挺像的，装得像个没事人似的。哦，你知道我心里多委屈吗？您有什么可委屈的？还有什么可委屈的？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参加相声有新人？那为了通过这个节目加深学习呀、啊。错。不是，我来是为了寻求一个答案。哦，为什么我在德云社这么些年没火？啊，我差哪儿了？没啊，不是没，德云社人刀火，我差哪儿了？是，不是您，哎呀，我就问我差哪儿了？哎呀，我都怕您溅我一身血，知道吗？啊，哎呀。论起来啊，我比德云社这帮人起点都高，是不是啊？你知道他们说相声之前都干什么的吗？干嘛的呀？岳云鹏啊，卖拉面的。哦，张云雷卖盒饭的，高峰卖海鲜的，栾云平卖米线的，孟鹤堂卖茶叶蛋的。这德云社前身是开饭店的，结果呢？结果。他们都火了，我没火，你说可气不可气？哎呀，这有什么可气的？论出身，他们不如我，是对吧？论辈分，他们也不如我啊。我比郭先生还大一个辈分，没错啊。按理说，我就不应该站在这儿。那您，我就应该坐在郭老师和张先生中间那桌子上。来吧，那老村长乐意吗？那个，你再者说，在艺术道路上排资论辈没有用。俗话说得好，英雄不问出处。虽然说您比他们出身好，但是人家都找着了自己的艺术道路。谁呀？谁找着道了？谁找道了？岳云鹏啊！我怎么感觉这岳云鹏比那老村长度数还高呢？怎么？哎呀，岳云鹏啊，大伙儿都熟悉。是，那脸长得跟囊似的。
这叫什么比喻？撒点肉沫就是披萨呀！没听说过。岳云鹏往那一站啊，我的天哪！哎呀，这么神奇吗？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啊。你比六环少一环，多好啊！你看台底的小姑娘啊，小月月，我爱死你了！这姑娘触高压电了是吗？岳云鹏凭什么这么火呀？嗯，为什么呀？是我寻求一个答案，不是谁给您答案了？来到这儿了，陈印泉给我答案。有我呢，不是他怎么说的呀？谢金，岳云鹏为什么火你知道吗？岳云鹏有自己的风格你知道吗？岳云鹏往那一站讲究四个字，呆萌浪贱，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纯阳刚的表演风格跟他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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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要不说还是女人了解女人呢？这什么词儿？这还什么词儿呢？陈印泉和岳云鹏啊，那都属于雌性荷尔蒙分泌过剩，你知道吗？要不说陈印泉也要火了呢？不，这就能火呀？啊，那我也很旺盛啊！你要死是怎么的呀？你再者说，人家那风格你学不了。我是师爷呀，我。我都怕您把自己扎透了，知道吗？岳云鹏可以放在一边，是我可以忍受。我在岳云鹏后面火起来，哎，但是有人插队。嗨，我知道，人家张云雷火了，谁踩你阑尾了是吗？啊，张云雷火的都没边了啊。小伙子往那一站，是太阳落下山，秋虫儿闹声喧，日思夜想的辫儿哥哥，哎呦，听台底下那小棍，啊，辫儿哥哥，我爱死你了！住高压电那姑娘还没走呢，不是，凭什么张云雷在我前面火呀？那还是人家有本事，我是师爷，你知道吗？我说，要不然您改行，您穿串去吧，您。但是最让我生气的，谁呀？谁呀？孟鹤堂。不是，人家孟鹤堂又怎么了？他打来了，相声有些瞧给他能耐的，那天看见我了。哎呀，这回这个使得好，这回。他们都是来看我的，看你什么呀？看你什么呀？看你挠肋条是怎么着？我恨把你肺叶我给你撕下来了。哎呀，这都恨疯了都。我能不恨吗？合伙欺负大辈儿啊！是，我是师爷。行了，我是师爷。您再扎您就成尸体了啊。这我得说您两句了啊，您学习人家的优点呀，别老以大辈自居，踏踏实实站在舞台上投入演出，放下包袱。各位听见了吗？啊，坏人在这儿啊，连我这个搭档都不打算让我火呀。我没有啊，我一说相声的啊，他让我放下包袱，那为您好。我本来包袱就少啊，连交大博士都嫌弃我没包袱。哎呀，您哪个包袱？他让我放下包袱。您没听明白？我委屈。别委屈了，我苦啊！苦什么呢？苦啊！好，你这叫上板了，听这意思还要唱两句哈。一见观众啊，泪满腮。
好。点点之泪洒下来，血相声是欲在，到现在没活好不悲哀。岳云鹏出名发了财，拍电影说相声他火了起来。孟鹤堂台上真的不来，粉丝无数参加节目出名也是指日可待。张云雷长得真是帅，最可叹我谢金那一直以来不温不火，没有出名没有粉丝没火起呀来。我只说您要说什么呀？我要再不活怎么样，我就从东方明珠塔上，您别想不开，把你推下来。推我呀？啊，谢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哎，上得台来呢做一下自我介绍。您怎么又介绍？您都录了好几期了，那大伙儿都认识您了。哎，这次介绍跟以前可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好，我是相声有心人全国四强谢金。哎，我说您能低调点吗？有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哎，稍微的控制一下，收着点。介绍完我呢，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我的搭档，我相声有心人全国四强李鹤东。行了，不是干什么呀？你这是我也有点我激动。我不是你稍微的矜持一点，有点激动。实话实说啊，站在这个舞台上啊，压力很大。是外界对我有很多的质疑。嗯，为什么到今天我还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因为你不要脸呢。这是一方面。哎，他还承认了。你主要是因为什么呀？我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哦，一路说实在的啊，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今天这期也算行了，最后一期了啊，我也豁出去了，我也不在乎。今天我好好的，我要吐槽一下节目组所有的人，大伙爱听不爱听？剪辑师，你给我出来啊！你给我出来！不是，不是。你要咬人是吗？第一期节目你怎么给我们剪的啊？我们第一期明明是对口相声，愣让你给剪成群口。怎么群口了？不就咱们俩说的吗？什么咱俩说呀？啊，那交大博士台下面的词儿比咱台上面的词儿还多呀。多一捧哏呢呀各位。第一期说实在的，我们作品效果上略微的差了一点。是，可是第二期咱俩的作品现场效果怎么样？你给大伙儿说说。那不错呀。我们就盼着这个节目赶紧播出啊，等了一个半月。是啊，各位，一个半月呀。啊，我妈都把我晋级这事儿给忘了。啊，观众朋友能不把我忘了吗？那忘不了，那网上天天有人骂你呢。终于播出了。嗯，播出以后呢，骂我的人更多了。哎呀，我跟你说，我心里委屈。别乐了。我这是乐吗？啊，我这哭呢。哭什么呀？剪辑师把我的包袱全都剪没了。哎呀，那您也不能怨人家剪辑师，就咱们俩人就应该努力学习，提高业务水平。是，你说的对呀、啊，努力那是必须的。是，可是各位，您知道这三个月我是怎么活过来的？您一到上海，节目组就给我关进一所学校啊，封闭式训练。那为了这个节目演出效果呀，导演24小时啊监视我们，寸步不离呀、啊。哎呀，宿舍门口拴一条藏獒看着我。哪儿有藏獒啊？你没看见吗？啊，怎么会呢？那天我跟导演我还聊天呢，我说导演，这最近这天气太热了，热得快炸了，那藏獒直喊呢、啊、开空调啊，你开空调啊。那是藏獒吗？那不晨曦在那背词吗？啊，那是晨曦啊，多新鲜呢！我看着还以为藏獒呢。没听说过，藏獒有牙啊。别提这个了，就。是，
我们住那地方，说实在的，太惨了。住的宿舍啊，那宿舍那床啊，没有床垫，光板儿。我睡在木头板上啊，哎呀，身上盖着白被单子。各位，100多号人呢、啊，身上盖着白被单子。咱住的是宿舍，是停尸房啊。到了半夜12点啊，阴森恐怖啊，伸手不见五指。你诈尸的是吗？你这喊什么呢？我不喊不行啊，硌得我腰疼。哎呀，我身高1米93啊，那床才1米8呀。嗨，我都伸不开腿儿啊。我特别羡慕郭老师那个身材。啊，郭老师那身材在那床上啊，翻跟头都没问题。真的，我师傅也没那么矮。我来这节目组啊，实话实说，我瘦了10斤。哟，您怎么瘦那么多呀？吃的不好啊。节目组每天给我吃盒饭。嚯！吃完盒饭还得让我去刷饭盒去。刷它干嘛？我就纳闷了，一次性的饭盒他刷个什么劲呢？嗨，节目组跟我说了，这叫什么呀？环保，这叫废物利用。他们这是利用废物。说谁是废物呢？废物没说，你甭急着承认。别说我是废物，我告诉你，说实在的，真不容易。是吃的东西，各位，3个月啊，每天吃同样的一道菜。吃什么呀？西红柿炒西红柿。人家那是西红柿炒鸡蛋。你见过鸡蛋吗？你见过鸡蛋吗？100多号人啊，3个月就放俩鸡蛋。那不如每人发个西红柿，知道吗？你说节目组怎么这么抠啊？哎呀，不光你这么吃这么住，人家其他的工作人员不都这样吗？是这么抠，没事儿，无所谓啊。我吃住我不挑，是。可是有一点，说实在的，我接受不了。哪点呀？节目组让我们选手啊熬夜录制节目，这经常事儿。让我们熬夜也就算了，让两位召唤师跟着一块儿熬夜。啊，人家都多大岁数了？是张国立先生啊，今年都84岁、哎，太没了。你再看给郭老师熬的啊，给郭老师熬成什么样？什么样、大伙上眼瞧瞧。熬得又黑又矮，那是熬的吗？那不熬我师傅也那样啊。给郭老师熬的眼睛都直了，逮谁冲谁喊呀、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呀、我跟您说啊，这工作人员的比咱们更辛苦。是是是，大家都很辛苦啊啊！等一会儿录完节目，是我拿完冠军，请大伙儿喝老村长酒。哎，这酒好啊！哎，行，等会儿。您刚才说什么？我请大伙儿喝老村长酒，这酒好。我说前一句，等录完节目，你别跟我这装糊涂啊！说完这句，你说的什么？刚才？等我拿完冠军。你死不死 啊？我怎么了？你哪里就拿冠军呢？我拿冠军怎么了？就台底下坐这些个选手，哪个不比你优秀？谁比我优秀啊？谁呀、人家张潘就比你强、张潘会什么呀他？张潘除了会下跪，他会什么呀？晋级的时候，德刚我爱你。行了，这什么呀这是？哎呀，您起来吧。刘谦没有咬牙切齿的意思。他会什么呀他？那还有陈运泉呢？陈运泉会什么呀、陈运泉除了学各种妇女，他还会什么呀？各种妇女了。晋级的时候拿个牌子，郭德纲我爱你，郭德纲你转过来，你看你看着我，郭德纲你都瘦了，你要多吃东西呀。这叫神马玩意呀、这是啊！咱是相声有新人，不是德纲有爱人。你说是不是？哪有这样的、你说郭老师为什么让他们俩进去？因为爱情。我就讨厌以这种手段晋级的演员。您呀，那人家孟鹤堂比你优秀，你不得不承认吧？孟鹤堂比我优秀哪儿了？孟鹤堂比我哪儿优秀了？不是，瞧他那个倒霉模样，往那一站，干干巴巴的，麻麻赖赖的，一点都不圆润，啪嗒
什么玩意儿啊？有点疯了。什么就盘呢？看见什么盘什么呀？我那有两颗榴莲，他盘一个试试去。我炸不死他的，我跟你说。我说您呀，您谦虚点吧。那没有的金飞晨曦这么优秀的演员，前两期保住了整个战队，您早就被淘汰了啊！是是，你要提他们两位啊，我今天我得替金飞晨曦得好好说两句。哎，他们俩淘汰，说实在挺冤枉的。是，今天啊，我冲这32位媒体评委，我得好好说几句。行，你们说实在的。行了，等，人家今天给咱们打分，人家我管不了那么多。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在这都干了些什么？行了，金飞晨曦这么好的演员，你让他们淘汰？你少说。你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不是，干得漂亮。我请您吃饭啊，回来请您吃饭。我算看明白了，就没有你这么样的人，知道吗？我怎么了？什么玩意儿？您这刚进四强，你了不起了？我没有。那没有咱们战队其他的队员互帮互助。没有台前幕后这么多个工作人员辛苦的付出，咱们俩人能有今天的成绩吗？是，你说的是。您呀、啊、您别逮谁吐槽谁，您得有感恩之心。是，您说的对，我全明白了啊。我回去应该好好的反省，是要一颗感恩的心啊。此时此刻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的心情。那怎么办？用一首歌献给在座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有心人不易，感中一路前行，其实未成名斗志永不停。那些对我的指引全都变成了动力，推遍我自己向你们证明。初次上舞台，小心翼翼不自信，坚定不认输的心态闯到底。哦哦哦，台前幕后卖力气，昼夜未眠，每段相声回头感有你。多谢你。